强，今天的春茶长得多好，又该戴丰收了。我普尔府啊，自古盛产上好茶，扬四海。愿茶神庇佑我普尔府，时和年丰，茶香常在。下河抓鱼嘞！嘿嘿嘿嘿嘿！着你。
棺材，我在船头巡查四周，没成想竟看到，在南边的桃花岛上，管家为何欲言又止？有何难言之隐吗？还不速速说与我听。哼，岂有此理，还不快把小姐给我带回来。来人，快去请小姐。且慢，普斯大人，借以为直接兴师问罪，恐怕小姐难为情，何不？小姐，小姐，老爷问我们速速回去，小姐。阿姑。阿爸。我去年为你许下了他兰吐司的儿子，下月就要来提亲。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再由马帮
马道等五条由普洱为核心辐射出的茶马五道，运往北京、西藏、越南、缅甸、老挝及其他国家和地区。古往今来，普洱茶因其助消化、消油腻、养脾胃、化湿血、美容养颜等功效，深受国内外茶友的欢迎。品饮普洱茶，俨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生活方式。大量的用茶需求，使得马帮常年奔波在茶马五道上。到了现代物流的今天，替代马帮和茶马五道的普洱茶交通运输体系依然忙而有序，与时俱进，为世界各国人民送去这一来自普洱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。别急，大家请跟随我走个浮桥。